球队，这是我的荣誉啊。然后也谢谢在这段时间为我们加油的球迷，谢谢你。然后后的日子我会越来越努力，然后越来越进步，把手背练好，打击也练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杰凯，那也希望不管是打击或手背都能够继续加油。那接下来问一下庸基，其实庸基今年延续了去年的火烫手腕哦，季初的这个打击率一度突破了40%。那虽然说最近球队状况比较面对低潮，但是如果没有你，其实要拿上这个上半季冠军也非常的困难。那身为学长，在这段时间有没有给学弟们一些提点？之前就有跟他们讲过说，问他们说有没有墨香槟的味道，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记得去 Seven 买一瓶香槟闻一下，我们要继续闻味道，这种味道很香的，希望我们在总冠军的时候也可以闻到这种味道。都已经算是正宗的学长了，那我们只是完成了上半季冠军的这个阶段性任务，那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，刚刚用记忆说的总冠军的时候也要维持香槟，那是不是给学弟们一些勉励呢？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身体健康，因为大家知道我达到这个年纪，身体健康真的对我很重要，那我希望每一个球员都是球队的战力，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来迎接第一站接下来的比赛，然后总冠军我们会拿下，谢谢。好，那杰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学弟说的？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学长，学弟们都表现得很好，有时候我们都互相讨论教学相长，然后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，我相信我们球队的氛围越来越好，一起朝总冠军迈进，谢谢。谢